目前，中印两国边防部队根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等地区已经采取有效措施，脱离一线接触。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趋向缓和。中印双方将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沟通。 包括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和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共同推动边境地区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